在这个校园里面，人跟人，我一直在讲，就是要有温度，温度就是要有人跟人的一些互动，所以我们要创造很多的空间，可以让人跟人可以坐下来互动，让人跟人可以彼此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得到了一个知识的增长，感情的交流。Learning experience has been great. 很热情，真的。Is it very good? We enjoy life. 我喜欢长鲁大学。我很喜欢。我们尤鲁斯基金会跟学校这样合作，那我们希望未来呢，好培养，我们希望培养的孩子做一个全人，培育学生一个同理心跟同感心，尊重生命，去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具备了美术跟这个设计方面的素养，创造一些不同的学生，用学生的想法去做各项的一个计划。他们如果有新的提案，或者是我们有新的展店，我就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上线，所以我们就是要帮学生打造一个舞台，让他站上去。我们也打造让他有一个职场的训练，邀请业界的专家学者来跟我们的专业的师资共学共授，根据他们的能力，我们提供怎么样的训练，然后让他们不管是哪一个程度的同学都可以精进，都可以有语言上的进步，让学生呢，一边在学一边学习的过程中可以获得很多证照，一毕业就有工作。在这个长荣大学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让所有的师生都可以有很好很好的那一种感情的连结，就是一个家庭。每天都可以跟老师有这种单独的接触的这种机会，而且有问题老师真的很乐意帮助我们。迷茫的时候，这里的师长也都给予我最大的一个关怀跟最大的一个照顾。我们会更有耐心，而且更有勇气的去面对每个挑战。所以不管是交通、师资，甚至是同学之间培养的那个精神，然后还有互助的一个方面，都是觉得在我的人生当中、求学的路途当中，甚至也是让我在我工作当中都有很深的影响。现在看到学校又多了其他的一些设备啊，还有一些新的科系出来，基本的硬体设施一直不断的在增进更新，长荣大学真的变得更不一样了。国际移动，我觉得是在创造学生一个很重要学习的一个过程。我们在过去几年，我们是往新南向的一个国家进行各项的一个交流，那下一步的一个发展就是长荣大学要向海外再继续延伸我们的影响力，那最近的国家就是日本。那我们在宫古岛建立了教育中心以后，那也让学生可以从台湾踏到日本，就可以看到整个未来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新的一个想象。 We want to empower them byenabling them to choose projects that they care passionately about, and then they roll up their sleeves and they get out there and they take action. Our students can do their choices every day in many different projects and to learn by heart how to be socially responsible. 我们可以变成用全世界观点来看我们自己，而可以让别人来接受我。那这样的话，就是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地球村的一个居民。我们很努力，我们有目标，我们有使命，然后一步一步把它实现。从我们这个火车站的故事，从这个二人戏的故事，从真古德的故事，从尤鲁斯的故事，一直汇集起来以后，我们觉得说办一所跟别人不一样的大学，我们要做到一个绝对好的教育。Yes, we can. Yes, we will.